1314，边度咧？心里，不要躺在手里，好吧？好，那以后就交给你了。谢谢爸爸。小轩，嫁过人家家里，要主动一点，你知不知道？过去那边要听阿妈的话，还有公公婆婆的话，知道吗？不能再像在家里这么娇贵了，知道吗？Chasing highs to stay.